美国罔顾中方的一贯反对和严正交涉，再次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，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，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，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，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，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。中方强烈谴责，坚决反对。美方接二连三对台授武，为民进党当局罔顾坚持台独立场、挑衅一个中国原则撑腰打气。这一事实再次证明，当前台海和平稳定面临的最大威胁，对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，就是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和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的纵容支持。需要指出，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，美国执意以武助独，必将引火烧身，自食恶果，以失败告终。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，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。任何人不要低估中方反对台独、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。中方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，撤销售台武器的错误决定，停止武装台湾的危险趋势，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势力的错误行径，停止破坏台海和平稳定。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，捍卫国家主权、安全和领土完整。